走的话就是走二号或三号出口这样。对，就是变成说我们现在等一下如果出食物历险记的展馆的话，然后它切过对面农民总统府这样子，到对面那边就有二号跟三号的出口，对，都在那附近而已。在这边。对，它等于是在园区的外围。对对对对。时尚大道。对，对，就是时尚生展台那个展馆旁边出去是三号出口，然后它出去以后左转那边就有一个都会农园，我们很多农产品农夫都有在那边摆，然后或者是说伴手礼品就要变成走二号出口，在田边俱乐部那边，对，那边就是农国本铺，就是一些有盒装的那种伴手礼，对，都可以参考。如果有什么想购买，像这些的话，对，这个它其实就是因为很多蔬菜水果，它会因为气温啊跟环境的关系，所以在世界各地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颜色，所以他们其实是引进那些品种回来台湾自己种这样。对，所以他就说就是五色的那个胡萝卜啦，对，红萝卜，对对对，黑萝卜。对对对，黑的就是可能就是花青素比较多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可不可以请你帮我讲一下，因为前面有讲过那个恐怖餐桌，看来这里是五彩缤纷的，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。哦，你好。是。我们前面其实这个空间其实是在整合我们前面学到的东西啦，就是说尽量就是大家吃的比较天然一点啊，然后吃一些就是我们在地生产的，然后少吃过度的那个食品添加。所以说这个空间在展示就是我们在地农民自己生产的，用一种比较安全无毒的方式去做他们的生产啊，像是这些蔬果或者说两侧的这些食品这样。对，就是在地生产，就是比较安全的东西。谢谢。Hello， 同学，欢迎来参观。你们前面有闻到香精吗？有。有，那这边就是在展示，就是少吃那些过度、太漂亮的嘛，然后有太多香精的东西，这就是一些比较天然，然后安全的食品可以食用。哦，真的、哦。他在那个就是。东西啊，对对对，可是他们跟我说他们的工厂是在彰化那边，就是做的，就是可能就是萝卜是在地产，然后可能工厂他们找到那边。谢谢。我还在录影，如果你需要什么补充的话，欢迎。有什么要补充介绍的吗？像是以那个米制品来讲的话、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台湾其实产米量很大，可是有些人如果喜欢面食类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吃的那些面食品都是用小麦做的啦，但是台湾的小麦都是进口的，所以说如果有些东西可以尽量用米糊粉来取代，像那边的米素食面就是这样子的概念。对，就是多用在地已经有生产的米这样子，那减少那些进口的食品，那相对就减少那些污染。对，就是那些运送过程中造成的污染。对，有米谷粉的，对对对，然后一些米的那种零食啊，像那边有那个就是什么巧克力米酥这一类的东西，对。然后现在很多的稻米，有些农民也尽量用一种比较无毒的方式去生产，这样子，对，像是这个台湾好米啊，或者上面的那些稻米。这米谷好像比较没有看到市场在卖哦，对，比较少。好像在超市没有看到。这个又是什么呢？这个这边是就是在地生产的，像现在古坑有很多人去种咖啡豆这样子，然后有些也是比较强调用有机生产的方式。对，然后还有是就是这边都是基本上都是在地的伴手礼，在地的伴手礼。对，好，谢谢你。